配合蓄水池提升工程，水兰莪八达岭县47个区昨天断水一天。不过今早7点已经全面的恢复水工。那这一次的提升工程涉及了5级龙溪蓄水池的供水系统。按照原定的计划，原本推测今早9点才能全面的恢复水工，但是施工进度良好，昨天晚上9点进度就达到了96%。受影响地区陆续的恢复水工，水兰莪水工管理公司同时也出动了水槽车到重要的据点，比如医院、洗肾中心以及丧礼，当局也感谢民众的耐心和配合。